们的春天女神来了 ，Red Baby Eileen 16日在首尔出席代言品牌的签名会。Eileen 身穿格子外套和白色衬衫，并搭配牛仔裤，则背着亮粉红色包包，一身春装打扮，简单又好看。女神不管什么角度怎么拍都超级美，一颦一笑都紧抓着粉丝的心，真不愧是仙女欧尼呢。